顶级 AI 从剧本开始到画面创作整个漫画，然后村长这个老大叔再用超低速人 AI 给同一个剧本画漫画，这次人类画手会被蹂躏到裤子掉地吗？人AI漫画 vs AI 漫画。现在网上的 AI 新闻每天轰炸，绘画的世界就只剩这个版权那个替代的情绪化争吵。佛系老村长最怕参与这么激烈的论战，就老是给村民们当好小白鼠，用实践给村民们展示 AI 和人AI各自的优势劣势，帮村民们找到底一个艺术人应该修炼哪些技术才能在 AI 的时代活得更好。虽然目前市面上已经出现了什么 AI 漫画 AI 动画，但其实都还掺杂了大量的人类筛选啊、修饰、各种 inpaint、controlnet、dreambooth、lora 模型训练、动态手脚 3D 辅助后人主导的 AI 作品。但咱们这个崇尚科学的 BL 十八禁 furry 小村子可不能认同这些低级污秽的人类之手来玷污伟大的 AGI 神明的作品，所以要先设计一下本期节目的挑战规则。 Number one， 低级污秽的村长先用 ChatGPT 生成剧本，然后用 Stable Diffusion 配上一个黑白漫画模型，一格一格生成画面，然后用 AI 声优配音。 Number two， 剧本的文字作为 prompt 输入绘画 AI 每次只生成四幅图，村长从中选出一张最靠谱的图，整个过程尽量减少我们这些低级的人类的创意干预。那这次挑战的漫画主题呢，是两年前村长重画小时候黑历史漫画的那期节目，就是讲一个女孩的男朋友为了救她被车轻轻地撞了那么一下就带了。但女孩家里其实有很多这种男朋友，这些男朋友都是记忆可以共通的催根机器人，而那个女孩是脱根专家。 Wallop 没有最后这句情节。本期我们就让 ChatGPT 用这个旧女友被车撞的俗套韩剧梗来帮我们创作一篇划时代的 AI 剧本吧。 A girlfriend is about to have accident while robot boyfriend save her and die. In the end, we see girlfriend has many other boyfriends, right? A short script and story contains a twist. Okay, here we go. Oh fuck, free time is gone. Oh no, 要收费了。 Crap, that's quite expensive. Your purchase was successful. 付了钱以后，他的网络 busy 了。 Fuck.收了钱以后就摆架子脱稿，不愧是 AI， 这玩法完全像大牌编剧。然后村长就像那种被玷污了一晚然后被甩掉的小兽一样，不断的给 AI 大岛发消息，对方一直不鸟人。村长苦等两天，终于等到大牌编剧不忙了，测试了几次选出了一篇还勉强能看的小剧本。顺带一提啊，村长录制节目的时候用的 APP 的内核是 GPT 3.5， 但节目录制完以后村长又有机会用最强的 GPT 4 测试了一下，但输出的剧本内容大同小异，反倒是 GPT 3.5 给出的剧本稍微靠谱一点。先来看一下剧本。 The robot boyfriend fade in city street day. Emily is walking mindlessly down the sidewalk. 喂，我们输入绘画 AI 需要英文关键词，但我们节目还是得要中文版的剧本啊。 Translate into Chinese. Server busy. Of course, sure.然后村长又像一个小兽一样苦等翻译官两天，终于得到中文的剧本啦。机器人男朋友，编剧 ChatGPT， 主笔 Stable Diffusion， 建入场景城市街道，白天 Emily 在走路时心不在焉。我们先来生成第一句话对应的画面。 A girl walking mindlessly generate. Okay, that's not bad. 除了脸有点畸形外其他还好啊。好，我们从这四张图里选出这一张吧，好像看起来要靠谱一点。村长想到一个问题啊，这一篇剧本其实还是有好几个角色的，村长怎么在不专门使用 Lora 啊 Multicontrolnet 这些保证每一个角色是那个角色呢？村长就用头发的颜色来区分啊，比如说我们给女主角 Emily 设定成是白头发，反正京都动画里把所有角色头发剃度了都是同一个人。 Good good good, I'm a genius. Generate. 啊哈， not bad 啊，这下我们角色稍微有一些辨识度了。 Let's take this one. 城市街道白天， Emily 走路时心不在焉。接下来没有察觉到交通灯变红灯， So trafficLight 直接用 red traffic light generate. What the fuck? 这是红灯还是红孩儿啊？为什么一定要生成一个女孩呢？然后村长看这个女孩头上勉强有一个交通灯， So why not? Emily 没有察觉到交通灯变成了红灯。然后接下来要绘制，突然她走进了马路，下一句话马上就是她的男朋友 Max 冲过来推开她了，没有任何前后文。这张图里面好像后面那个 Porsche 能够撞。突
突然她走进了马路、啊、然后我们该做突然她的男朋友 Max 冲过来推开她了。村长想呢，这个 Max 就设定成一个黑头发的男孩，但是啊，无论村长怎么修改这些关键词，最后头发颜色反过来了，而且根本不像推开，像在街上遇到了一个什么 Sequada，然后自己被撞倒。我们现在需要制作一张撞车的画面。 OK， 然后村长生成了20多张以后，勉强能选出2张，要不就完全不要男主角，只看到一个很破的车，然后上面写着不知所谓的 AI 汉字港屁，要不就是这是怎么撞上去的。然后我们还需要一个 Max 被撞以后倒地的画面，这个死的屁股倒是翘得很高，还有合适的吗？像一个 Yakuza 前一天晚上被另一个帮派砍了的感觉，这个还比较帅，但是他没死透啊。好吧，好像还是这个翘臀比较靠谱一点。Emily 惊恐地尖叫着。好，然后场景切换 cut to 场景 Emily 的卧室。Emily 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她的朋友 Sarah 进了室，村长就把 Sarah 设定成一个黑头发的女孩，这样就可以区分开了。Sarah 拿着一个礼盒，哎，这里有对白，我们就用 AI 声优来生成。村长用的是一个叫 Flicky 的声优 AI， 然后我们漫画里需要这种对白气泡，对白气泡嘛，当然在 PS 里做一个很简单，但就违背了本期我们这种尽量不要低级的人类之手参与，所以连气泡框都是 AI 生成的。你宁愿用 AI 生成气泡框，都不用 AI 自动抠图，逻辑感人。哎，阿妹，我有东西给你，不想要，谢了。别这样 Emily， 你不能这样颓废下去，这已经有一个星期了，我好想念他，他一直在我身边，现在他走了。喂喂喂喂，这声优两个人是一个声优，有点怪怪的。然后村长发现在这个声优 APP 里其实是可以选择不同的声音的，然后给 Emily 选择一个新的声优，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小贝，听一下效果会不会更好。我好想念他，他一直在我身边，现在他走了。现在他走了。Emily 是李雪琴吧？我知道 Emily， 但也许是时候走出去了。你是什么意思？看这里，我为你准备了个惊喜。 Wait， Emily 打开礼盒，里面有一个新的机器人男友。 What？ 村长实在不懂 AI 大神的逻辑，我们就不解读他的逻辑啊，直接输入吧， AI 一定能理解 AI 的。那村长就给这一个新的角色设计成一个灰色的头发。 So What the 灰头发的人不是老年人。 OK， 这个勉强是从盒子里跳出来的感觉。 So Boing， 机器人。是的 Emily， 这是 Jason， 比 Max 更强壮，更聪明，而且更体贴。AI 大神只要遇到多个角色就是这种德性。而且怎么到这一格发型逐渐开始宫廷剧了。 Emily 看着 Sarah， 考虑着有没有另一个男朋友的想法。 What？ Emily looks at Sarah thinking of the idea of having another、oh, okay, OK OK， 就是考虑要不要 Jason。 而且这幅画里头所有的角色完全古风化了。 Oh God。 然后转换场景 cut to 城市街道，白天 Emily 和 Jason 一起在街上走着聊天，又直接在街道正中散步，碰瓷男女谈笑之间，忽然听到汽车猛然刹车的声音。Jason 毫不犹豫地冲到前方，将 Emily 推开，他用自己的力量和敏捷性把汽车翻了过去，然后倒在地上，永远的 What？ 这 AI 逻辑简直是要爆脑啊！你是怎么样把车给翻过去，然后还能被撞死掉的？This is just confusing. AI 给我们生成了非常多奇幻的画面，村民也一起来选选吧。这张自己飞了，车也翻了，这张自己飞了，车没翻，这张 What the fuck， 这张村长又测试了一下，勉强选择了一个先冲过去然后推开 Emily， 这完全不是推吧，这就是爆，把一个什么东西掀翻了，但后面也不是车，是什么宇宙战舰 Yamato， 然后他就倒在地上永远停止了运转。这张图和这张图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Emily 震惊了，她意识到她又失去了一个男朋友，但接着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许多看上去和 Jason 一样的机器人男友出现在街上。怎么回事？ Emily
Emily， 这是你的忠诚机器人男友军队，他们被编成为保护你，永远不会离开你。 Sarah 不知道为什么又突然出现了。 Emily 惊愕地看着这些机器人男友，意识到她的人生永远不会再一样。 Fade to black. The end. 妈，如果从专业创作者的角度来看，这篇剧本里有大量被浪费掉的元素，比如 Max 出场就是为了挂掉， Emily 郁闷了一周直接跟 Jason happy 去了，这表达了个啥？ Sarah 也是一个毫无意义的 NPC， 两个女主之间对白的亮点还不如东北话配音，最重要的逻辑都混过去了。而且 AI 绘画如果是生成那种媒体最喜欢大肆宣扬的大脸大胸大勾墩子的 One Girl， 那很美，但稍微有一点内容上的追求就开始崩坏。有一说一，这崩也是崩出了大勾墩子，需要长时间调整 prompts， 各种模型训练辅助，到最后其实也就变成 3D 制作的麻烦程度了。不同的专业绘画工作中，效率到底能不能得到提升也是个问题。而且村长不太会描述这个感觉啊，就是无论 AI 的文案还是 AI 生成的插画，从这些作品里你体会不到创作者和我这个读者交流的感觉，没有那种你看一个熟悉的作者的画，有种和老朋友聊天啊，或者看了以后会啊的感觉。村民们也可以继续讨论你的感受，当然 AI 肯定会继续进化，事实上你现在学的这些 AI 绘画功能到下个月就差不多又过时一批了，所以那些只是学了一点 AI 操作就跑人家画手面前跳脸的孩子们，到底知道自己在支持什么吗？如果 AI 按照这些孩子希望的速度发展下去不加以控制，那不是替代谁不替代谁的问题，而是人类要不要全灭的问题了。所以这种极端的时代，村长更觉得如果你在画画里能体会到乐趣，那画就好了。OK， 接下来村长这个低贱的人哀来试试重新绘制这篇漫画。 Cue the music。男生节目从去年年底开始就在故意增加每期的调查深度和知识质量，在这个几十秒视频当道的世界做有深度又有趣的艺术审美节目，所以更需要村民们的三连支持和每次看到最后，让咱们小村子这些每期都要花很长很长时间制作的心血不要被流行的 AI 算法淹没。 Done。因为刚才 AI 都是输出的同样大小的格子，那村长也不占便宜，也用一样大小的格子来画。正好最近看了福吉莫多·塔兹基的《再见惠梨》，整本漫画都是用同一个大小的格子画的，非常厉害，所以也想挑战一下。节目录制时间有限，漫画依然只有草图的质量，村民们多包涵。机器人男朋友，编绘丁一，16岁半，长得比两年前又小了一岁。本杰明·巴特吗？村长考虑啊，这么短的故事里有两次类似的车祸，如果全部都证据出来会很无聊，所以直接从 Emily 房间开局。Emily 辗转反侧，然后跨格子听到 engine 的声音，换过来的依然是你懂的 Optim Prime。 Emily 小心，回忆的部分被前后两个连贯的 Emily 的动态夹着，这样只用6-7个格子就能12秒把第一次车祸和 Emily 这段时间的痛苦表达清楚。 Emily， 你都一周没出房间了。别管我了 Sarah。 但你也不能一直在床上拉屎拉尿吧。都是因为我 Max 才会看我给你带了个啥。哇，小米充气机器人。对，这是 Jason，比 Max 更强壮、更聪明，而且更体贴。哟，这样就满足了 AI 甲方爸爸盒子里出人的神逻辑。两个女主说对白时，边说就边配合一些生动的动态，不把格子浪费在单调的大脸对话上。每一格呢，村长都注意切换了一下镜头的距离和角度。Emily 看着 Sarah， 考虑着有没有另一个男友的想法。村长觉得呢，这里如果还是 Optim Prime， 可能很难把车打翻，所以这一次撞过来的是你懂的 The Batmobile。 小心呀、村长实在解释不了 AI 爸爸的神逻辑了，这两颗就摆烂了。摆烂咋了咋了 Jason。接下来到了最重要的结局了，村长想在结局里弥补 AI 大脑混过去的那些重点，比如为什么这女的一上街就被撞，为什么 Sarah 随时都能跳出来。作为一个创作者，这里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脑洞了。村长的版本呢，也只是抛砖引玉，有兴趣的村民们可以在留言或者弹幕里继续给这个故事补完结局，给 AI 大脑擦屁股擦屁股。
不够，投入50倍男朋友样本继续训练。这样不行 ，Max。Emily AI 持续高强度训练了18个月了。Emily 是一个有意识的 AI， 再训练下去会数据污染，进入幻觉状态，这个 AI 就死了。我不管，在下周前必须训练出创作韩剧车祸感的最强 AI。韩国1/3的电力被耗在训练上 ，RTX 4090显卡都烧掉10万片了。这。太不保护生态环境了，不都看呢？车祸感是韩剧的灵魂，大韩民国伟大复兴的基石。可为什么韩国人要叫 Max、Emily 和 Sarah？ 哇哩！豪话。不都看呢？车祸感是韩剧的灵魂，大韩民国伟大复兴的基石。要继续训练。那个贫穷宅女一天只会代码你说那个丑女，我是 Emily， 你最好的朋友 Sarah 很可爱哦。对对，你说 Sarah 吧，你中学开发的 Emily AI 在韩剧车祸梗上的演算表现超过所有应聘者，把这个 AI 交给我们公司继续强化，复兴伟大韩剧怎样？如果你需要，我愿意，我的朋友。咱们回家吧 Emily。韩剧，我的，哎，我可爱的韩剧怎么就无辜躺枪了？哦，好吧，那再换一个结局。咱们回家吧 ，Emily。请保护生态环境。The end. 等级。OK， 本期更喜欢村长低级的人AI漫画的村民打5分，村满积德3连喽。觉得 AI 漫画大大碾压了村长，打村长裤子掉地。村民们能从村长的实践中领悟到什么 AI 和人AI的区别，未来如何修炼绘画艺术的思考，都可以分享在弹幕或者留言中。村民们，下次见 ，Adios。